请我吃什么呀？不应该你请我吗？我的休假了，你挣钱了，我挣钱了，不应该你请我吗？我的每天在拍你们休息，是不是你得犒劳犒劳我？那你都有收入啊，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是吗？啊，也吃什么？都行都行，随便随便。小龙虾，咱们这次也是带着作品过来做宣传的嘛。对。那在这次的合作当中，觉得两个人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，跟对方第一次合作做CP？感受特别好，特别 特别好，特别 nice，特别幸福。那现在姐姐觉得弟弟呢？我跟你说的好假呀，你真诚一点。杀青的有点久了，有点忘记以前我们那路数了，有点忘记我们以前套路应该咋回答。什么套路？一般要咋回答？就真诚，说出真实的感受。兰姐特别好，就特别漂亮，然后人也特别好，特别 nice，然后又特别照顾我，然后在剧组就特别幸福，然后每天就被爱包围的那种感觉。 就是这一句只是加了被爱包围，就因为他每天都跟一群女的在一起，所以他觉得满满的爱。那这次合作还挺开心的，咱们用一句话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剧吧。怎么样？一句话。对。看了你就可以脱单。哇，真的吗？那一定要看。那弟弟呢？不看你就脱不了单。好，那大家一定要锁死。 好，谢谢，那祝明天拍摄顺利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